传说中有一间体育馆，阴森恐怖，妖气冲天。杨姑啊，你死了心吧！现在啊，是不会有人来这种破体育馆打球了。谁批准你在这抽烟的？还抽两根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希望用你们的汗水换取闪避球的阵地。先生，你卖保险还是留门禁啊？以大家现在的这个实力，要胜出比赛简直是奇迹。你们这些女孩真的是惨不忍睹啊！给我揍他！如果这些球你们全部都能闪开，你们就天下无敌了。你们会不会的？不就是猴子抢球吗？跟一帮猴子抢球差不多。那就来啊！他们真的很努力的。再说一次，垃圾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我和你不同，你会退缩，我不会。你不怕吗？怕，但我更怕我会习惯。在哪里摔倒，就要在哪里再摔倒。躲球确实可以不用输，冷静。但是要赢，就要把球接住，盯着那个球，才能把发球权拿回来。什么是坚持到最后的？安安打我，哪怕一切都要好。行，我坚持留在这里不走。